还要提醒的是，油价要降价了。从明天凌晨零点开始，国内的各式汽油每公升调降0.8块钱，而柴油呢每公升调降0.9块钱。调整之后呢，925千汽油每公升是34元，95千35.5元，98无铅37.5元。而在超级柴油方面呢，每公升则是32.9块钱。而台塑也跟进，不过晚一个小时调整，除了925千是33.9，还有98无铅是37.7元之外呢，其他价格跟中油都是相同的。